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有人追我！快跑！快跑！白毛！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白毛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两个，你不要不多管闲事啊！怎么多管闲事？她是我老婆。我不是，我是被人家骗过来的。别走！哎呀，你们两个先说明白，到底怎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她是我的儿媳妇，儿媳妇啊，美女，你头婚呢、啊？不是，我不愿意嫁给他，我是被30万买来的，跟你说吧。对呀、啊，买来的。是啊。咋的？买登记了没有？没有，没登记怎么是你老婆啦？我花了钱，她就是我老婆。你一个摸底佬，多管闲事啊！不要动手啊，兄弟！我跟你说，买卖妇女属于犯法的啊！我不管那些，我们花了钱，这是我的儿媳妇。就是你不要动我心思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就是做走为娼啊！我跟你说，人家人贩子把他骗过来，你们现在还要帮着他，你走不走？不走，今天干的事我管定了。干他！干！哎呦！喂！干嘛？喂！干嘛？干他！干什么？来这！他多管闲事。有什么？好说。有话好好说好吗？是啊，哥哥，我们是买回来的儿媳妇，我老婆今天我们老多管闲事，买的。我跟你说，买卖妇女就属于犯法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你们有没有这个法律意识？什么犯法？我不知道。犯法哦，有期徒刑3年哦，怎样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还反买卖妇女啊？是啊，不能强买强卖的不？兄弟，我想问一下。你讲这个是你儿媳妇登记没有啊？过几天登记就可以了。我们花了30万买来的。现在你没有登记，哪里想是你儿媳妇，哪里是你老婆？是啊，还强迫人家？我们已经给了钱，他那边买方了，他已经答应做我老婆。我们今天办，我没有答应，我这个新娘服是他们逼我穿上去的。你看人家又不同意，是不是你被那个人贩子骗过来的？是啊，我被人家骗过来的，说卖给他们的。我这样的话，你看不能强迫别人的哦、哎。你违背妇女那个意愿的话，如果强行来做老婆的话，是触犯了法律的。跟你们说，什么触犯法律？那我们钱已经给了，对不对？你买卖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恋爱是自由的。你强迫别人做你老婆，必须。受到法律制裁，哎呀，你想一下，他不同意，他会穿这个婚纱吗？我不同意，是他们逼我，我不穿的话，不是你们在这里多管闲事干什么呢？你们听，肯定是他们两个强迫的，强迫穿起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放过你的吧？不会放牌啊！不要打！干他！哎呀，我说你买卖妇女就算了。你还打人，是啊，已经相当于罪加一等了。原来是恶霸这种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啊，是受害者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两个如果认真改过来的话，去派出所去说清楚，把那个人贩子说出来，供出来，把他们连根拔起，将功赎过。我们也是在那个桥头那里跟他交易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。不然这样子了。你给回30万，我们完不要了。对，你说给就给啊，你要找的话去找人贩子去。你现在你不多管闲事的话，他过几天就要同意了，真的是。你不要强行脱离。我们刚才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这样的话直接去派出所。是啊，有什么事去派出所去说。美女，你去做证人。不怕。好吧。我不怕他们打我。不会啊，有我在。你还嚣张啊？去到派出所，有人帮你作证，好吧？有人帮你做，求主持公道。去就去。有什么花了钱的？对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好吧？嗯，不用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走走。那里有警察帮你啊。